有一天，我到了某枪店逛了一逛，我拿出我的铝制版 TTI 摸了摸，不是为了想拿起来试吧，只是想在不经意的时候让你知道我是个土豪。这时，一位小姐走向我而来，她笑了笑，拿起自己包里的 TTI 钢制款摸了摸，不是为了要打靶，而是想在不经意间让我知道她的枪比我更好。我笑了笑，手提包打开，看了看自己刚买的零件，准备多少零件就准备多少枪。她笑了笑，把零件打开，拿出了许多原厂换下来的改套，有多少零件就有多少枪。玩枪的快乐往往就是那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